到底下叫咱叫咱左转，就是往要偷这条的款。叫叫咱叫咱偷这条。我刚拄我看迄路路一条巷。右转出来桥。出来桥。十三号路十三。出来桥。这条这里才二十线，零点七六，零七，二十甲线，零要终点二十，终点要变变。行驶七公里后，左转台九。出来桥，当都在右方，出来桥。过过了九里一段，还是九里过另外一边，到富里也分一边叫九里。之前有在黄山叫九里，你刚来回讲塞两百多公里。哦，真好。啊，我搁讲讲，明仔载也要开这条。阿辉说不要吧，明天还要开这条干嘛？咁啊，计人工。对，唔敢搁去。无啊，无爱。从今天换别的地方了，不要再开这个，因为从去背一只山了。啊，那个再进去说那个，你去行几公里就好，到一个吊桥啦。啊，我再上去哦，就是没地方洗澡的啊，要在那边过夜。啊，我一天了，我没洗澡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我倒困。啊，因为那边有一个房子可以睡觉，但是不能洗澡。我这个厕所，厕所也放。